佳人 M8 豪华按摩椅，整机组装步骤：开箱前准备剪刀、美工刀各一把，用剪刀剪去四周封装袋，用美工刀割开顶部封装胶带，取出箱内防撞厚纸并拆开包装。同样方法拆开另外一个包装并取出零件。拆开电源线连接主机插口，开启电源，操控主机平滑至正常高度，再关闭电源。安装扶手部分按摩椅，连接气囊充气口及电源连接插口。最好固定点并拧紧螺丝。另一边相同操作，拉起膝盖处拉链，连接屏幕固定器，拆开屏幕包装放置固定器上。以上就是整机组装步骤，感谢您的观看。